请不要将挎包等其他跨境物品放置上面。座椅背后的书包袋置换至衣服型清洁袋、书籍，请不要将置入其他物品。卫生间采用的是极便携带纸，请不要将杂物扔进便携垃圾袋内，以免引发设备故障。垃圾杂物请扔进垃圾箱内。 为保持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，请不要在车内高声喧哗。动车组严禁吸烟。如果您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，或者在其他列车禁烟区域吸烟，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对违法行为人给予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处罚。在动车组上吸烟，影响动车组正常运行。 扰乱正常运输秩序的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拘留处罚。在动车组上吸烟，导致发生火灾等严重后果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。
去的时候脸。哇。放车上啊。